好，今天我们是破解一款广州本田的一款飞度。刚才我们也测试了凌派，我们通过一个汽车的一个转向，通过这个汽车的一个 OBD 的接口，然后呢连接到我们一个 CANBUS 的一个处理器，通过电脑做整个的一个数据协议的解码和解析，然后可以采集 VIN、 总里程、车速、转速、门、窗、灯、锁、喇叭的控制，还有档位信息、刹车、加油的油门踏板，还有手刹。我们工程师在查找相关的一些 CAN ID 和数据，这些数据的话在总线上基本都有。这款车是飞度的顶配，功能非常齐全，带有自动空调和一键启动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